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就是我留下来陪你，要么就是我们两个出去找个地方住。喂，你在老房子吧？我在你家门口，是我敲的门。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吧。快进来吧，家里有点简陋。都怕成这样了，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不怎么怕呀。不怕，那为什么连灯都不敢开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？你小的时候不一直住这儿吗？今天什么情况？跟你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可能是债主他们派来的吧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你今天晚上还回北陵吗？现在这个时间肯定是没车了，回是回不去了。那你晚上住哪儿？要不我帮你订个旅馆。今天情况特殊，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。那不合适吧？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就是我留下来陪你，要么就是我们两个出去找个地方住。这么小的地方，万一碰到了熟人，更不合适吧？好吧。